而且我有事先照秋桃说的，把这个鸡蛋都丢掉。是，我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。不要道歉。我这边觉得好孤单哦。小心，小心。侧坡。横的，横的。小心，小心啊！那个拔拉着。其实我的主厨是有留下线索给我的，但是呢，可能我跟他的默契还不够。比如说这一只虾，他是要我开背，对，但是我想说，哎，主厨怎么开背开到一半，是不是应该妥半呢？好，幸好我立刻反应回来，不是，他只要开背就好，好，非常好。你现在感觉到主厨想跟你讲什么吗？我说过不要有自己的想法。不是，你留给我的线索会让我有很多遐想。那个我还是提醒一下，那砧板先擦一下再。哦，对，姜再多一点。不要有，你也不能完全没有想法。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，你看到什么就把它变成那个样子就好了。很难的。哦，那豆子要他有教你把那个豆子挑出来吗？豆子不用挑出来吧？全部倒人不用，全部倒出来，全部倒出来。没有，你豆腐不用炸吗？豆腐要炸，豆腐要炸，他要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放在那边就好。豆腐是要炸的，既然你们都说了啊，不过豆腐炸之前呢，秋桃有告诉我。哦，你的，我是帅，他有叫你这么帅吗？傻逼啊，这是天生的，这个秋桃阻拦不了我啊。帅是天生的，你有没有说你这个年纪这个手抖得算厉害？好，而且我有事先照秋桃说的，把这个鸡蛋都丢掉。是，我开始有自己的想法。不要道歉。人家对面超卖力在做的，这边感觉就摸摸摸西，回来了。秋桃，我跟你说，你只有做表面而已吧。有吗？是，你要跟我聊什么？我知道。另外一面不用沾粉，没关系。我想秋桃应该已经受不了我了，我把他要我做的赶快做一做。邱老师觉得粉不够吗？没事，你很棒。很棒。Keep going，OK。OK。时间剩下30秒，加油！快点，3分钟快结束了。可以，慢点，快点，这个要加一下，速度要加快。对，这边速度可能还没有跟上。嗯，好焦虑哦。差很多。你那个锅子要先热。有开火了吗？锅子？哎，锅子先开热。不要动啊！哎，卓俊，你刚刚绕半天，你没有把汤先列起来啊？没有时间吗？大家做间接，间接好玩的，你刚刚好像完了，没有听懂，没有看懂，不是秋桃，你刚没有讲。请注意时间到。好的。